下面给大家讲解单边六分四臂以后，这里要注意两手向前推的时候，好像是这里有一个球啊，圆球旋转，两手呢双顺铲啊，然后左手向前，右手向后，像抱着球一样啊旋转，然后右手变勾手向内啊，勾手向内，向内以后身体下沉，这个劲呢左胯微微向后松，劲从背上传导啊到肩肘，然后这到手上，这个向外勾手向外拉开的时候要注意旋转，这个勾手呢从左掌心拉出啊，拉出来以后劲呢是由右手腕啊与左肘间形成一个对拉劲，这个开劲啊，然后开到尽头以后身体向内合啊，这时候合的时候要松右胯，左膝随着身体的向右边的合提起来，这是提起来呢画弧线，这样提起来啊，不要这个很生硬的就直接这个上下提，看一下提的时候哎，有这个向内合的意思，这个左手也要向内合卷成这个姿势提起来，眼看开步方向，然后重心下沉开步，脚跟内侧着地开出去，开出去以后这个右胯向后松沉倒重心，重心过来以后呢身体左转，这时候劲这个由背啊到这个肩肘逐渐地转开，然后重心再移至右腿，身体右转，左手呢穿起来，然后重心再移到左腿，扳手逆铲画弧拉开，这是一样要带着你这个左脚尖回来，眼神跟着左手中指拉开，然后松右胯，左手向前捻啊，松沉，把劲拉到位。好，下面我们练习一下单边，从六分四臂开始，预备，单边，一下沉，左手向前，右手向后，二变勾手向外开，三提膝合出腿，四倒重心旋转，五移重心穿掌，六倒重心画弧拉开，右脚尖内扣，七放松下沉，身体转正。好，收。这里拉开以后啊，要注意这个开劲，左边很多人练习的时候容易这个左手就丢了啊，另外这个变勾手以后向外开的时候要注意是劲是从背上到肩肘手节节贯穿拉出来的，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有些人直接手走到前边了。让我们再来一次，预备，单边，一下沉，左手向前，右手向后，二变勾手向外开，
三，提膝和出腿。四，导重心旋转。五，移重心翻掌。六，导重心画弧拉开，右脚尖内扣。七，放松下沉，身体转正。东武太极